我先回朋友家去，回头再来找你吧。嗯。看见星星坠落，本公主的习惯是主动投怀送抱，我知道。怎么不习惯呀？不习惯的咱俩算了。你说你一出现，那本君愈发的不像神君了。你放心，我过去啊，肯定会想你。哎，那个，上个事儿，今天呢，也有我的梦，给我一个。要不你进去，我走了。好。